上次就快死了、啊，这次比较好一点。这次哪里好？这次至少没有那么冷啊。然后虽然你说这是人世界的尽头，但是好像没有上次惨烈。那冷那哎，等一下，刚刚想讲什么？那这次哪里好？这次你不觉得很美吗？你看，我看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是谁选到这来这里的？学校刚太好了。啊，昨天是谁说不要早起的？哎，我真的不想早起。对呀，不想。真的不想早起啊 ，Jason 对不对 ？Jason agree？ 对。Jason 无奈的笑了一次。